人生充满了许多挑战，要完成每一个挑战，除了需要恒心与毅力的配合，更需要信心来支撑我们贴近上帝的心意，摆脱自我的疑虑。为什么信心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信心可以改变想法与观念，信心可以激发力量，信心甚至可以让我们遇见甜美丰硕的果实，朝着目标勇往直前。圣经记载着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又说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
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我们必须要时时警醒，因为仇敌常会借着我们的软弱，使我们灰心消沉。此时此刻，如果你觉得有许多又大又难的事重压着你，就是现在，把这些重担交托倚靠神吧。立刻向仇敌宣告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。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信实永不动摇的神，我们即便身处低谷，仍然要坚定地相信耶和华是那成就万有的神，他是我们一生的帮助，他会陪伴我们走出流泪谷，他必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
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。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。诗篇98篇1-3节。